2012年伦敦奥运会人类速度大决战，第二道理查德汤普森来自特立尼达多巴哥，北京奥运会男子百米的银牌。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阿萨法鲍威尔。第四道来自美国的泰森盖伊。第五道2001年世锦赛冠军博尔特的失利，尤汉布雷克。第六道强势回归的贾斯汀加特林。第七道仍然是这个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，闪电尤塞恩博尔特。比赛开始，出发之后，鲍威尔的领先速度非常快，在中国。